非常好看你们，请问你们每天幸福吗？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幸福。啊，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钱吗？不是。还是因为你们有味道的食物？名叫拉萨路，他生病了。哦，拉萨路来了。我生病了。我很饿。现在我饿死了，帮助我吧。哦，有钱人，请你帮助我吧。哦，可怜我吧，怎么办？我的身体不舒服，痛死了，给我东西吃。有钱人，叔叔，有钱人，东西吃，给我东西吃。好痛死了，好痛死了！哎，你是谁？你走吧，你出去吧，你是讨饭的，拉萨路是不是？是啊，对不起，有钱人，可怜我吧，我现在很饿，我要东西吃，有钱人帮助我吧。三天我没有吃任何食物，好脏啊！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东西吃。哦，有钱人，我生病了，如果你帮助我，上帝要祝福你。哪有话？上帝是谁？上帝在哪里？你是笨蛋，你是傻瓜一样。啊，好痛啊！救命啊！你是笨蛋，从我的家出去吧。你是没有希望的人，你一生的生活是这样的苦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虽然我现在是痛苦的讨饭的，但有很大的希望。什么希望？因为我信耶稣基督，我能去天国。你说什么？耶稣是谁？天国？天国在哪里？你是真的笨蛋，没有天国。有天国，有地狱。如果你不相信你耶稣，你下地狱。有钱人一定信耶稣吧？要是你也去教会信耶稣，你也能去天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胡说，你那是骗人的话。在哪里有天国和地狱？没有天国。有天国。你装个傻瓜。各位小朋友们，有没有
们不信耶稣，你下地狱，你算什么？你要那么大吗？有钱的人悔改吧，否则你下地狱。你是疯了吗，小朋友们？有没有地狱？有。没有？有。没有？有。我不信上帝，我说你们相信吗？相信。啊哈哈，不要，真可笑。没有。没有。Got it.
我去地狱吧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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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不要不要！啊！听过很好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哦。
拉萨路去了天国，可是有钱人下了地狱。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？也是很可怕的地方。你们想要去地狱吗？不想。哦，地狱是不好的地方。如果你们去地狱，非常烫的、非常热的地方，你们心里是吧？你们可以能去天国，很好的地方。我是真是混蛋，放弃。
都去听我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为你信。